访问网络电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海内外乡亲，大家好。咱今仔日咱的台语文学家陈昭成昭成老师各同款伫个咱的节目中，甲咱共同来探讨用这个台语的角度咱讲爱台湾、听台湾，但是拢流行唔敢，未晓讲台语。那一个会晓讲台语的，拢互人学咯。但是咱昭成老师呢，伊不但会晓讲台语，会晓唱台语，作台语的诗，做台语的词，啊，搁谱台语的歌，搁唱台语的歌呢。今仔日同款要来甲咱小可较轻松一下，来唱这个伊家己创作的这个诗加这个歌，希望讲，和咱海内外乡亲，咱来好好来欣赏一下安尼。好，来，昭成老师。甲咱风云网络电台的观众请安问好。风云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应该是观众朋友对吧？对，观众嘿。我写这个歌里底吼，有真侪较轻松的吼。敢若情诗，敢若唔情诗吼。电话机有所要求，讲上好是唱下抒情的吼。咱就来试看麦啊吼。我真早之前有写诗，真早之前写《林月娘》。这个边月娘，可能原来是九七年写的，可能唔啦，吼。这敢那有了啊，歌戏调的迄个感觉了。伊歌词是安尼写的，这真简单嘞，一个歌在唱，跟囡仔、学囡仔唱的吼，感觉吼。边月娘啊，边月娘娇模样，有时弯有时圆，真正的别分啊，伸出手，轻轻甲你摇，轻轻甲你摇。面月娘啊，面月娘，好模样，有时金，有时柔，真正光。天星啊，陪伴你，你的大目睭，你的大目睭。面月娘啊，面月娘，水模样，有时出，有时藏，真正暖。日头啊，想要对，哪会遐尼远，哪会遐尼远？我遐尼远，就是伊难听。这首歌吼是。上好是用教学教材迄个教材的底用的吼，比较真适合吼，因为伊真斯文的感觉吼。明月娘啊，明月娘，娇模样，有时弯，有时圆，真正滴。别分啊，伸出手，轻轻甲你摇，轻轻甲你摇。明月娘啊，明月娘，好模样，有时金，有时柔。真正光，天星啊陪伴你，你的大目睭，你的大目睭。明月娘啊，明月娘，水模样，有时出，有时藏。真正暖，日头想要对，哪会遐尼远？哪会遐尼远？这个那适合这个小朋友来唱。阿妈适合大朋友来唱，对，这较平顺啦，安尼。阿妈较好唱，嘿，对，较无讲有迄个高难度，还是讲安怎呢？吼，嘿。唱首歌了吼，我做个解说，就是讲我头啊一首歌吼，一首歌讲面月娘啊，面月娘娇模样，我结果你前几日刚写诗文温柔一点来对吼，不知不觉我来用娇模样。这是无紧啦，这首歌我顶间有唱过吼，但是可能较无，但较无熟悉吼。我过来唱一遍《温柔的月光》，因为妈妈一日教，阿哥一日教。爱小可解说一个诗安尼，嘿。这主要是讲，迄个位吼，
看到月是水，啊，伊有迄个魂甲炸掉，啊，魂炸掉起迄个月形，吼，啊，有迄个跟那个水母迄个感觉，啊，我来甲写起来，讲阴暗月娘真惊人，亲像阿母的面，故乡月，故乡魂，魂了月娘出月形，月形满色多彩妆，妆甲月娘娇模样。温柔的月光，温柔的月光，让我知影你有一个好心肠，让我知影你有一个好心肠。温柔的月光，温柔的月光，感叹看你的手，予我来尽心。温柔的月光，温柔的月光，阿母的形影永久的青春，阿母的形影永久的青春。阴暗月娘真惊人，亲像阿母的面。故乡月，故乡魂，魂了月娘出月形。月形满色多彩妆。妆甲月娘娇模样，温柔的月光，温柔的月光，让我知影你有一个好心肠，让我知影你有一个好心肠，温柔的月光，温柔的月光，感叹牵你的手，有予我来真心。温柔的月光，温柔的月光，阿母的形影，永久的青春。阿母的形影，永久的青春。就是安尼，这都有适合迄个啊，咱母亲节的歌吼，你有感觉无？啊，月娘本来人讲，月娘是阿母，啊，这个日头是阿爸。啊，毋过有个人是颠倒拜啦，阮倒是日头是阿母，月娘是阿爸。有个人就是安尼。什么？什么人？天地颠倒变起啊？对啊。法律是安尼规定啊，但是有那些往那会变作讲完全违反法律，当作是一种常态。对啊。啊，这阴阳都拜嘛，是好像这。啊，阴阳哦，阮要今仔日十阴嘛，啊，阴阳阮要去甲阿扁总统的妈妈哦，啊要甲伊过母亲节哦，这首伊若听到一定会足欢喜的哦，这足有迄落妈妈的感觉安尼啦吼。啊，即摆来这个。搁刷落来，就是倒一首。我过来个是首，蝴蝶飞哈，就是讲原本的名叫《回绿杯》。嗯，啊，这是杯甲飞无共款对无？小可解释一下。咱一般的，就是讲用中文思考是啊，飞就是飞嘛哈，飞就是杯嘛，还是蝴蝶翻译过来。但是有真侪词哈，就是讲咱台语边讲啊，用中文来讲，讲飞升前往，甲飞纵。现在在讲飞翔，个飞身前往，伊无可能读飞嘛，吼。所以明显飞甲飞是有小无同的。无但其他的飞本身这个音质吼，也是讲伫飞那个感觉而已。讲咱讲话飞飞，行路飞飞，吼。行路飞飞就是安尼，脚了扑扑安尼，陷一个陷一个安尼，无茫茫安尼就对了。所以你迄个字，你无可能写迄个天上在飞那个飞。啊，所以。咱上好是飞吼，甲飞甲飞分开，因为飞本身是伫是撇者撇者就是飞啦，啊飞就是用伊个腹肚出来啦，吼，啊，这首歌是安尼写，是讲白白啊云春风吹，春风会欢喜一百回，春雷弹香阵阵，甘露恶谈烂土地，白白啊云春风吹，春风的脸呀你笑吹。这知己每在心，要等谢人会开。白白啊云春天花，
春天花蕊天顶飞，飞过山，飞过溪，飞入去阮的心肝底。阮心肝为你来，叫你采花爱同齐，看你形象阁正对，敢袂想歹势？看你规定哪冤家怎会念做花？白白粉春天花，等你一句话。啊，再来，这有一挂人事的问题，爱探讨就是讲，嗯，咱家讲，一个看恁形象阁正对哈，啊，咱台有一个形象啊，阁正对，啊，但中文的无迄个正对，啊，伊都成双成双成对，嘿，啊，所以咱我就写着形象阁正对，哦哦，干袂想歹势，啊，阁一个看恁规定哪冤家。那冤家人大部分那个写冤家哈，其实冤家不是冤家啦，冤家是冤家，冤家就是讲，譬如讲冤亲债主，啊，那个冤亲，那个冤家的意思，绝对不是冤家，冤家是另外有字，所以咱台语本身就是讲已经是慢慢哈，去简化掉的是，拢对应中文讲啊，都冤家就是冤家，其实不是啊，冤家是冤家，哈，你用那个。冤亲债主来解释，怎样讲？冤亲什么？冤亲，冤亲个冤家，本身就是讲迄个受苦迄个人就对了，受苦迄个家庭对了，吼。怎会念做伙？吼，看你规定哪冤家，怎会念做伙？啊，你知影？咱这个学点吼，啊，看了跟你念做伙真亲爱，啊，甲跟咱那哪冤家同款，啊，白白分春天花，等你一句话。啊，无妨我来唱看卖啊！啊，这个嘛，我哪会当唱？对啦，白白云，春风吹，春风的花一枝白开，春蕊淡，香醇醇，甘露啊，淡咱土地。白白云，春风吹，春天的日影微小切，切滴滴，每在心，要感谢人的喜苦味。当当当当当当当哩叮，白白云，春天花。春天花蕊天顶飞，飞过山，飞过溪，飞入去阮的心肝底。阮心肝为你来，叫你采花爱同齐，看。人生相顾正对，甘袂想歹势。看恁规阵哪冤家，怎会念做伙？白白云，春天花，等你一句。啊，实在有影吼，我著知啊，咱有一个罗东镇的这个镇民代表吼，啊，叫俊仁代表啦吼，柯俊仁啦吼，柯俊仁代表，我来讲哦，恁宜兰人足敖的，真敖安尼吼，我有来讲吼，啊伊真敖，我有将你一本册送予伊啦。哦、我来讲哦，恁宜兰人有影出足侪人才，这个柯俊仁代表，伊来自基层迄落罗东镇的镇民代表，啊，讲伫迄个燕山迄个有咧鱼脑鸡咧展览，迄落有迄落啥物丸仔汤，迄个米粉汤的啊，哦，啊，伊讲伫个遐讲哦，人家要招咱大家，海内外乡亲讲，若有转来台湾讲，爱去遐回请。嘿，啊，伊嘛是足有才华哦，你我就感觉讲，恁这个宜兰人有影讲无同款吼，足特殊的。无啦，阮正是阮那大汉的。哈哈啊，啊，你这首诗嘛是近期。无啦，就是这往那写。啊，无啊，无日子。写诗差不多，差不多应该八十年啦。哦啊，无日子啦。
嘿，我十年啊，嗯嗯，啊我这个爱有日记啊，哈，日记我袂记哩啊，哈，我那写个袂记哩，嘿，无要紧啦，嘿，这个爱请你原谅，添累，添累，嘿嘿嘿，嘿，啊，唱戏本身是应该是无什么问题哈，不过是。较轻松淡薄来唱吼，应该开咯，因为我嘛是了正十年捌唱首歌。啊，我过来介绍首，这是2009的，应该是较晚了哈，差不多四年前写的吧。嘿，哈，嗯，你是哈，你是温柔的水流过阮身躯，你是微微的风轻抚阮头毛，你是故乡的花香甲阮酒醉。你是无停的影，感动阮灵魂。你是蝴蝶的水，散溢阮美梦。你是真情的天，甲死嘛甘愿。我要爬八关关，天地自在咱无限。我要爬，我要唱，唱为你的血管内感受人的温暖。我要爬，我要唱，为你种植爱心房，感恩社会啊，永远。永远，当你喘气，当这叮当，叮当不浪，叮当叮当。哦，小歌是比较卡唱气氛的啦，哈。嗯。咁你不要改一挂哈。啊，这买当唱嘛，哈。当然唱啊。你是温柔的水，流过阮身躯。你是微微的风，轻抚阮头毛。你是故乡的花，香甲阮酒醉。你是无停的影，感动阮灵魂。你是蝴蝶的水，送你阮美梦。你是真情的天，假使嘛甘愿。我要爬爬关关，天地自在咱无限。我要爬，我要唱，唱为你。也会跟来感受梦的温暖，我要飞，我要唱，为你装入爱心房，感恩社会啊，永远永远。当你喘气。当这叮当，叮当不浪，叮当不浪，叮当叮当，叮当。我就想讲在讲啦，吼，讲咱台湾咱的这个人才啦，吼，有时啊讲你若无为政治服务，这人才拢无法度爬起来，吼。啊，讲这个民进党上台了，我嘛袂感觉讲有在重视着这个人才，像这啊，咱的啊台语文学家这个赵成老师，伊来讲，你若讲徛伫迄个国民党，当然国民党伊袂欣赏这个啦。啊，你若讲伫国民党的阵营内底吼，一定是真好过得着。但是偏偏呢，啊你个唔是徛伫这个统治者的。诶，这个立场，你搁徛伫个台湾的立场，啊，写遐尼啊多，咱爱台湾的诶，迄落当你讲咧开嘴爱台湾，开嘴合嘴爱台湾，啊，有人讲哦，啊，爱台湾就是建国一直画，啊，建国毋是国画的，建国是爱搁做出来，啊，你做出来，你爱用什么款的这个角度，啊，是讲你爱用什么这个技术？哦啊，也是讲咱嘞，为倒一个方面、倒一个领域来给切入，这拢是真济啦。啊，即马咱台湾总讲，你若要建国，啊，咱阁百废待举，每一项拢爱用咱嘞啊，济咱嘞啊兄弟姐妹爱台湾有心之士，啊来重新来拍起。啊，即马讲要拍起，我就感觉讲上万啊，你也毋知。我一直想讲上万啊。啊，那赵成老师以这种的人才啊，他都你死去了后啦，吼，一百年、两百年了，还是三百年吼。啊，这台湾若无沉落，也是讲无火烧去吼。
无参就圣经咧讲的索多玛、俄美拉这罪恶之城，该放一尊火，该放一顶火，该烧起安尼吼。你差不多两百年、三百年后，啊，人搁伫迄个考古学家挖出来讲，哎呦，你这都是宝安尼。啊，迄阵啊要摘，千金难买要摘时，要摘的时阵你是宝，啊、已经经过三百冬啊。唔敢咧讲，唔敢咧讲，那是真切的。家己心吼，对对对，爱台湾的一份子啦，嘿。啊，我系顶下有一首歌吼，安尼无完成吼，因为还拄好量体欠安吼。啊，我来念首《花蕊社》哈。花蕊社，花蕊社，花蕊开伫遮，花开花社，花社花开，唔甘美蕊。念土卡，轻轻翘起断相思，花心怎会加花家？风也过去，花如白，飘飘如影满天涯。鸳鸯花这大怕，花开遐水未创啥？那不是为着结出人人的籽，甘是送人花瓣茶？花蕊社，花蕊社，花蕊开透。半年半，丰富过了，点点啊香，月亮点点高地下，花蕊社，花蕊社，花蕊开伫遮，花社花开，花开过社，唔甘蕊蕊恋土下。像这个歌就是讲有较深的这个啊政治意涵，所以你讲社会，啊，这个花。就是介想讲，咱民族的花蕊同款，是啦，民族花蕊开了后感觉红，感觉讲，咦，敢那历史这么生活，啊，是啦，十年前、二十年前，甲来大家点讲叫，迄都唔是，其实拢永远未生活，你也唔做吼，永远都无迄个成绩出来，好，历史是累积的，唔是讲画有画到建国就建国，迄刚我看一个报纸真趣味，就是讲这个。蒙藏委员会哈，哦，这个蒙古蒙藏的这个委员会啦，这个委员哈，也过一个委员，啊，有参与迄个原住民的这遗孀来带这个心脏，啊，伊去受集训的时阵，定是为这个原住民遗孀这个轮心脏，唔是，伊是去遐，我呐顺续接受一挂咨询哈，啊，咱有一个原住民的委员哈。咁真出名诶，叫做啥？金啥？高金素梅。哎，对对，金素梅。阿姨甲问讲，啊你，原住民来对啥物经费、经费、经费啥物？你有了解无？伊讲我今日毋是为着这代志要来来回答吼，啊，所以讲要答顺啦吼。伊讲安尼真歹势安尼。伊讲好，这里面这个汉人沙文主义安尼吼。阿姨甲问讲，啊你知影咱台湾的那个主文？哦、是谁？是谁吗？哦，哎呀，那个引的工，2300万人是我们台湾的主人。好、哦，啊，这里是当然是孙国民党，啊，伊嘛是路线哈。啊，结果金素梅讲，碰着东西骂，骂讲你这汉人沙文主义。啊，伊讲气搞的啊，大众人讲，你们才是原住民沙文主义。啊，这里查某人就是这里委婉哈，落来。还啊，愤愤的不平，讲2300万是台湾的主人，安尼我讲到唔对所在是哦。啊，咱这话讲出来是当即句话讲的未唔对啦，问题是你赋予什么内涵啦？嗯，对。大家慢慢讲，好听话慢慢讲，包括毛泽东嘛，前后讲合作讲，吼，这个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对啊，伊嘛也安尼讲，大家都安尼讲。胡锦涛嘛爱台湾爱到要死，伊袂当来，伊若退休了后，伊嘛要去玉山，要去日月潭佚佗。啊，马英九嘛是爱台湾，啊，华新辉嘛是个台湾人，人伊嘛爱台湾爱到要死，爱了才死啦，爱了就会死。啊，所以有一句话嘛，就是我那小个中国朋友来，其实中国朋友来嘛，进入可取的所在吼，伊嘛是进入智慧的所在。伊讲跟讲，咱袂讲讲是袂对。伊讲爱之是足以害之哈，就是讲你的爱哈，爱到尾变害一点，伤爱呀，甚至讲咱母亲特别搞，老母也是天晴囝时阵，我那害死囝。像这个叶少爷，就是和老母天晴派去的啊，
啊，你看伊老母家己讲的啊，啊，阮囝吼，跟人拢无关系啦，阮人都往外口咧了，啊，这囝拢我一手咧请咧教，我无教我对不起社会。那其实没有关伊的问题咧，迄嘛是整个因阿妈关系，整个社会的问题啦，啊，个嘿因家的家庭的家教问题拢有啦嘿。啊，继续洗我来唱看麦啊。好。回泪下，回泪下，回泪开的家，回开回下，回下回开，不甘泪泪连涂骹，轻轻敲起断相思。花心在高花叶，风啊过去，花如白，飘飘如影满天涯。英雄花当当当，家不怕，家不怕，花开也是要创啥？那是为着结出人人志，甘是三人花伴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叮叮叮当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回泪下，回泪下，回泪开头半一半，风雨过了点点啊香，月亮沉沉到你遐。回泪开的家，回下回开，回归故乡，不甘泪泪连涂骹，不甘泪泪连涂骹。哦，感谢，足感动的啊！咱这首就较有政治的迄个意涵在内嘛，哈、嗯，对不哈？这都无啥共款。嘿，这较政治的诗啦。啊，有写讲啊，一首音乐。我敢那捌有一个，完啦，咱的这个前辈吼，啊，伊讲伊唔相信啦吼，你台湾要建国啦，你写一首诗就会建国，唱一首歌会建国，画一幅图会建国，弹一个 piano 会建国，伊讲伊绝对唔相信啦。啊，但是伊讲安尼凡事有理由，但是并个都倒来，你若要建国？你无音乐，无美术，无这个诗，无这这个文化的做咱的底子来讲，你所建的国是硬邦邦的国，是无这个人性，无这个柔软的这个国，无这个内涵的国。你趁钱吼，咱大家拢会晓啦。嗯，哦，趁钱其实咱台湾的夭死也真少，但是最近可能我那无啥正常起来。最近足侪人夭死，因为。冻袂掉自杀嘞吼，袂夭死的就去自杀嘞，足侪。相同的侪吼，新闻迄天有一件社会新闻，听是真。会员讲，家母陪拢皮皮做，一家伙啊吼，五个人住做诶吼，六个人，囡仔有四个囡仔，啊，老母啊自杀，竟然厝诶人我唔知影。啊，听讲要自杀进前，失踪进前，讲已经四十天啊，啊，讲有甲因厝诶人讲要去找朋友。啊！因人间咧有经过人去问讲，啊，我某是啊，较担袂转来，去问啊。啊，结果是伫家己个厝，刚租个厝二楼，即个囥物件个，敢若去啥事件遐吼，去吊刀吊死伫遐。啊，因囝竟然讲，唔知讲迄是因老母个头。因臭个关系，也坐个边啊吼，啊，当作是迄个猫仔个尸体吼，啊，甲好好伫迄个落下底吼，
啊，等我等你后边的这个最高来跌落去。哦，啊，所以讲这个社会变作安尼是啥呐？伊这个经过这个伊的结果嘛出问题哈、啊，就是囡仔吼，因为生电脑的关系，生较真无用。啊，虽然过虽然个，啊，老爸在外口趁食，啊，有趁钱转来，再提钱转来，啊，囡仔读册，啊，家己钱也早都出去外口啊。啊，伊老母也是安呐，听讲是因为欠人个钱，啊，有压力，吼、哦，啊，老骨气死死掉，啊、哦，啊，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就是讲有一种真深沉的悲哀。其实，伊这吼、哦、人个遐个切命，了了要想来死，当然是经济问题，但是其实嘛是文化问题，对。加上讲，哦，我讲起讲我做囡仔时阵，我红做囝，我到真善，红做囝啊，我养白饼，食真好。哦，阿英讲汽水当作滚水啉，但是你嘛袂挡袂掉，无就讲啊，归去等啊，卖我来做囝，我出去去教，我食较歹，吼、哦，就是擦布巾仔往教，擦布巾仔往教咸，嘛归去吃。所以这是一个志气的问题，要有论性，啊，你若无文化就无论性去啊。所以台湾人话就讲，哇，中国变有钱好赚，非常平平过，不是讲袂当去做生意，绝对是会当啊。不过你也家己本身的母国吼，就是讲台湾你也讲袂起来时阵、嗯，你讲不就想看无嘛？啊，就奸商无母国，奸商无祖国啊！啊，这句讲啊，迄个关东的咧吼，嗯，啊，你靠死活，家人足欢喜嘿。去游上好一日一百块起跳，哎，水电嘛是一日一百块起跳。伊是俄罗啊，伊俄罗讲这水电起是好啊，好代志啊，哎，真好。啊，等于过江啊，过江啊，因为关系可能怕输的关系啊啥，就起莫就买啊啦，可能骂这骂叫骂都响，骂骂这，但你美国好起啊，伊即卖要过去欧巴去别人投资啦。哦，啊，都要去。啊，当初买爱咱的选票，当初是伊就讲，因家的所有的财团，家的这个台下民家所有的财团，王永庆、赵建啦，什么人、什么人，过来，伊拢讲要伫台湾要安怎？啊，当迄个要选举进程，不是伫高雄在开工典礼，马英九嘛有去，迄个迄个观音，迄个什么？妈祖去的灯晚黑的嘛有去啊，大家拢在遐咧开讲要滴啊，到即满嘞，刷了吊起来，迄就安尼无叮当，迄拢甲咱骗足济啦，啊，讲着拢要去中国迄边，哎、啊，咱遮就无这个啊，就骗死活该啊。不是啊，你会用骗嘛是本身。讲爱有迄个条件，人才会甲你骗啊。对。你互人骗无条件，人完了骗袂来啦。啊，我迄工有拄到一个朋友吼，当然是这个咱。属于迄个啊外来种的吼，啊，伊伫讲，讲咱的政治人物吼，啊，伊甲阿扁啊，也做讲阿扁是骗子，啊，这个是傻子，阿扁是骗子，啊，就是多少病啦，就是应该是阿扁是傻子，啊，这个是正港的骗子，啊，都分袂清啊，台湾即马人拢目睭拢唔知咧。看物件也袂晓看，啊，头壳也袂晓思考。啊，即摆吼，我来介绍首，应该是我初这点电台吼，啊，成立人阵啊吼，唱一首《莲花寺》。嗯嗯嗯。这电话机应该嘛是不只熟嘛。无讲介绍啦，无讲介绍。咱同齐来念看卖好。哎，好啊，嘿。莲花寺，春出后，有心乱，有一流，甘露水啊，粼粼谷。婀娜多姿那小娇，莲花开，马奔笑，一黄一下人人笑。看看老啊，轻轻啊路，紧紧贴起情意多。莲花水也难求，参你白光爱未着，还有愁啊功名就，水花下面打乞求。阮愿定出世，莲花化身搁再生，我要化作一阵风，永远永远为着你。莲花起，莲花开，莲花落，有莲你。莲花，莲花粉粉啊，滴滴滴滴滴滴。文化本身吼，伊较无迄个所以这个概算。嗯，啊，咱介绍，以咱族群来讲吼，咱台湾有原住民吼，对伊平均来讲，就伊台语人，伊客人吼，阿甘人，
啊，加这个外来族群，外来族群，啊，加这个所称的这个中国新娘、越南新娘、啊，泰国新娘、啊，柬埔寨新娘。啊，我的经验吼，嗯，我任何咱台湾人听，就讲包括这四大族群听的时阵，点都是外省人听到，我听还外省人较感动。我的经验，我出这么册，已经是我那。有差不多三年了两年外了吼，搞阿边车人、外省人、甲台湾人是变济，这就是爱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外省人伫台湾少数嘛，啊，伫个台湾台语人是多数嘛，是啦，啊是啊，那外省人听到甲买车、甲台湾人甲买车是变济，以伫我车底这个概念，以我的范围的概念来看，是安那来安尼。啊，这就是代表一个问题，就是讲外省人伊较注重文化。嗯，对啊。哦，伊要侵略你的，伊要侵略你的文化，伊用文化来统治，啊，伊当然爱先了解你的文化。啊，所以讲，咱本身就是爱为文化反攻才反倒啦。嗯，就是文化竟然无咋做，是你政治变来赢啦。对啊，所以讲，咱爱先建立咱家己的这个本土的迄落基础文化，先建立互伊知，但是。迄落即马台下面顶管遐政治啊，伊无得甲你陷害济啦。啊，我有哪个虽然是外省人，我该讲这个问题。嗯，当然我想中文该沟通的话就该讲。嗯，其实我研究的结果发觉是中文反而没有字，台语反而有字。嗯，我就讲，对呀、啊，对呀、啊。啊，这就是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讲，人都伊的心较开阔。啊！你若甲台湾讲的是讲，不大相信哦，又不啥相信哦，哈！啊！你若提正解的，啊！外省人你若提一半遐的，伊就感觉心服口服。嗯。但是台湾人就无简单啊。嗯。哦，伊就想，嘿，不爱相信一个塞客辆车，竟然有法度。嗯。讲出这款的道理，哦，伊比较会员工或者啥，迄个狗眼看人低啊。嘿，无啦，咱台湾吼，去互因中国的文化吼。家讲哈，靠弄信息，弄是无，只要是台湾人哦，不管你做什么多济行业哈，你无论安怎搞，你都是低，就是低人一等啦。你看迄落人外国的迄落世界人，无得看讲哦，你是什么以你的这个你的迄落才华，伊无讲看你是什么职业来给你限定，啊，就独独啊，咱台湾人都中国人家安尼啊，这是，这嘛是真无奈啦哈。对啦对啦。啊，今晚我来。唱歌吼，这首诗吼，大家唱一遍看卖啊吼。唱歌本身是较沉淀淡薄啊，就是讲你想讲听的吼，听迄个名讲莲花化身，当初是宗教的歌吼，其实不是哈。甲宗教牵起来的说，这是关系。这是，因为是甲宗教迄个沉淀，迄个爱有感有迄个感觉吼，是讲较沉淀的爱。莲花起吼，莲花起。春出后，有心冷暖，有一个有感冒治药，叮咛过，无路多走啊，小酒。莲花起，春出后，有心冷暖，有一个有感冒治药，叮咛过。我那肚子那小酒，莲花开，马奔笑，真真哈人人笑，看看啦，轻轻啊啦，哦，紧紧结织情意多。莲花水也来休春泥地我哪爱不着晚忧愁啊功名酒水花的面打起酒水花他祈求啊，阮
愿定出世，莲花化身搁再世，我要化作热情风，永远永远遇到你。莲花起，啊，莲花开。莲花落啊，有莲意。莲花，莲花粉粉啊，滴滴滴滴，滴滴。咱即马休困一下，等下娘咪大哥倒转来。